就送到这儿，你回家吧。对不起啊。你有什么对不起的？我知道你在生向我的气。我是在生气吗？我是舍不得。你是谁啊？人都不认识啦？你喝了不少嘛，来，扶你回房间去，快。妈，你在哪儿啊？倩，我是倩倩。你是倩倩。知道你很难过，但是这个家里还有爷爷，还有奶奶，还有我这个姐姐，我们都会陪着你的。要不是我姐，天，麻烦你了。客气什么？都是一家人。你没事吧？我能有什么事儿？现在全天下最没事的就是我。你别喝了，你不能老是这个样子啊！你什么时候回法国？你是不是巴不得我回去啊？你知道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是关心你。我希望你早点从这个事情的阴影中出来，我希望你能振作起来。振作，振作！你说的轻巧，父亲被杀了，凶手是自己的母亲。关键，我的生活一团糟，你知道这是什么样的感受吗？抹去对不起。我可能是忽略了你的感受，无所谓了。反正我什么也没有了，跟行尸走肉有什么区别？除了喝酒，没什么有意义的。喂，向阳，我今天家里有点事儿，我就不来店里了。啊，没什么大事儿。我们见面再说吧。你这又是何苦？跟你有什么好处？去，走，带你去个地方。哎，你好，请问吃点什么菜？闻香下马，法式豆腐。不好意思啊，这两个菜没有。没有？哎，那就剁香鲤鱼吧。哦，也没有。那里面有什么？啊，这是菜单，上面打勾的都有。你们这是什么意思啊？好吃菜都没有了？什么都没有，吃什么菜都没有。
是不是换了厨师啊？没有没有没有，最近啊，我们店里是出了点小问题，不过厨师没有换。其实啊，其他的菜也挺好吃的，要不您试试？走走走，试试试试，哎呦，这才多少天时间，就这台子了，太过路人了吧？对不起对不起。
今天晚上来了，我一天没见你，我就觉得少了些什么。我也是，我刚才看资料，我看到那个。店里怎么关门了呀？哎呀，今天来了好多客人，但是听说招牌菜没有了，就都走了。我想呢，重新调整一下菜的特色，然后再开门。嗯，这个还是蛮关键的。那有什么新的想法？ 我今天去菜场转了一天，找了半天都没想出什么新鲜的想法。哎，不过我今天看到有一对兄弟卖鱼，让我想起了那个时候跟向伟卖鱼的日子。嗯，我第一次见你，就是撞翻了你们的鱼。哎，不对，第一次是，我和向伟送鱼到你们利群，然后在利群的门口，对吧？反正都跟鱼有关。是。 所以呢，我有一个新的想法，就是做一个专门做鱼的鱼馆。哎，你等一下，来，你看，这些全是做鱼的资料，种类做法都很多，特别是这个，哎，全鱼席，大大小小的菜有30多种呢，而且全是鱼做的。听说这个名字啊，是当时乾隆赐的呢。 好啊，无鱼不成席，再而现在人都喜欢吃鱼，你们家又有鱼塘，这样不有优势吗？只是现在鱼馆也挺多的，你准备怎么做特色呢？哎呦，我现在就是这个没想好。全鱼席，上百年的历史，现在人应该是难得一见。哎。 要是我们能做全鱼席，那就太有意义了。那是太有意义了。可是我们这店太小了，做这个太夸张了吧？向阳，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：你说我们的目的是做好一个饭店呢，还是做好餐饮这份工作？哎，这个有什么区别吗？当然有区别了。 如果我们只是做好一个小饭店，我相信通过我们的努力，一定能做好，而且说不定比打马楼还红火。但是这终究只是做一个饭店而已。如果我们把自己定位成餐饮工作者，那就不一样了。我们为之奋斗的是一个行业。哎，上次跟你一块做大学巡媒，参加比赛，我就深刻的感觉到湘菜文化的博大精深。我觉得。 做一些更有意义的事情。好啊，那你告诉我，什么是更有意义的事儿？一两句话也说不清楚。总之，弘扬和开掘湘菜文化就是更有意义的事。那是，不过太悬了。我说句实际的，我们这饭店到底还要不要开下去？开，我又没说不开，这是一个起点，也是个平台。只是我觉得。 这么有悟性，又有潜力，能够做一番更好的事业。可是我现在想的是把这个难关过了，然后把店重新开起来，就不错了。跟你说这么多，还不明白？我明白，你的意思嘛，就是说，要把眼光放宽一些，放远一些，心有多大，舞台就有多大。 你讽刺我吧？没有，不是，其实，你刚才给了我个特别好的提醒，我有一个想法。哎，这两天啊，我们俩反正关门了，我们就出去走一走，哪里好吃我们就去哪儿。这一来呢，我们俩可以单独的待一待；二来呢，找一找灵感。嗯，要做就要把饭店做的特别有想法，对不对？还挺有悟性嘛。好啊。 让我想想去哪儿。嗯，我们去桃子老家吧。嗯，他妈妈病了，我还没去看过呢。而且他跟我说过，他们那的小龙虾比这好吃多了，我们可以去见识见识。好啊，反正这种一举两得的事情你最拿手了。爷爷奶奶，现在回来了吗？嗯，还没有。怎么还没有回来？他都出去两天了。 是跟那个谭向阳在一起吧？爷爷奶奶，你们也不知道管管他。
我们怎么管他啊？他跟向阳是谈恋爱，再说他们也是出去办事啊。有什么事儿好办的？一个女生就这样跟着一个男人，一出去就是好几天，像什么话？小旭，你不能这么说倩倩，她可是你姐。她要不是我姐，我还懒得管她呢。不错，小的关心姐姐了。我看呀，这孩子还是没有完全调整过来。他爸爸妈妈这一出事啊，对倩倩就更加依赖了。放心，这时间长了，应该可以调整过来的。亲自为你们调的，别人啊小喝都喝不着呢，你快尝尝吧。老谭，你尝尝。什么怪味儿啊？酸不酸？甜不甜的？去，把我古酒拿来压一压。我拿去。真受不了了。哎呀，爸，真是不懂欣赏，我可是我们班调酒水平最好的。啊。把钱给你去学电脑，你却自作主张报了这个什么班，有什么用啊？哎呀，爸，你现在去街上问问，十个人里边有五个人是学电脑的，现在连计算机专业的本科生啊都找不着工作，一个培训班下来就能白领人生了，哪有那么容易呀？总比学这玩意儿强吧？我这才是奇缺人才，现在调酒师啊是最时尚小资的职业，不出两个月我就可以挣钱了。到时候啊，我就给你和妈一人买一个手机。你少在这花言巧语了，又是想让我们给你买手机对吧？妈，你最聪明了，你们呀现在给我买，我到时候啊一定双倍返还。想都别想，我呀是不会给你买手机的啊。就是，买什么手机嘛，家里又不是没有电话。哎，跟你们啊就是没有共同语言。哎，爸，唐伯伯，阿姨，哎，回来了，还没吃饭吧？快快快，吃饭！来来来，走走走。哎，香姨，你也在家呢？我不在家能在哪儿啊？小云，快去拿碗筷。自己没长脚呀？我去，我去。你真是越大越不懂事儿了，是吧？哎，香姨，这次出去。挺有收获的吧？当然有收获了。哎呀，以前没出去，现在出去才知道他外面的世界有那么精彩。向阳才出去几天，这说话跟以前都不一样了。哎，爸，我们这次出去啊，碰到一位老先生，他可以说是一个真正的美食高手，他对鱼特别有研究。哎，据他自己说啊，他收集了光鱼的做法就有608种。608种啊？啊。这还只是湘菜的做法，不包括其他地方的。我以前还以为自己对鱼挺了解的，后来听他这么一说啊，真是大开眼界。哎，哎，爸，咱们家不是养鱼的吗？所以我跟倩倩商量，以后想以鱼做主打，然后开发一个湖鲜系列特色菜。湖鲜？对啊，我只听说过海鲜呢。你看，就是，我们湖南人都不知道湖鲜。怪不得倩倩说我们要好好开发开发。对呀，谭伯伯，狐仙呢就是湖里的生物，咱们湖南可是以湖为名的，就说800里洞庭吧，就100多种鱼啊，还有龟呀、蟹、虾、螺，这些都是，包括芦笋、莲藕、菱角，这些水生植物也是。这些菜别的店也有呀？他们不够系统，我们可以系统的做，在做法上呢追求一些民间的特色，再加一些湖区文化的元素，这样就会非常有湖南湖鲜的特点。这个路子好。
哎，爸，我在那个老人家那儿讨了几个方子，我想这两天呢做几道菜试试。哎，倩倩这两天会更忙一些，她想把原来那个店子打出去，然后找一家更大的，重新装修一下，嗯，让主题鲜明一些。到时候呢，我们就以狐仙馆命名，重新开业。那不是又得投钱呢？阿姨，这个你不用担心了，我来想办法。现在这饭店都五六天没开门了，这钱就像泼出去的水一样，看着我就心疼。现在呀，你们要把这店打了，开家新的，这亏了算谁的？妈，哎，您放心啊，我们会把钱赚回来的，到时候让您数钱数到手软，好不好？谭向云，你放手！哎，神了！你怎么招是我呀？除了你，还谁会来看我呀？再说了，你手上一股酒味儿。没有啊。还没有呢，你仔细闻闻，一股子发了酵的酸臭味。啊？嗯。算了，我又不嫌弃你。就你不嫌弃我，家里啊没有一个人对我好。哎，这是我擦脚的毛巾啊。哎，逗你玩呢！哎呀，讨厌！嗯，哎，小云，嗯，你是不是想买什么东西？家人不同意啊。二哥，你给评评理，你说现在这个社会最重要的是不是人际关系？那是，现在要没有人呢，干点什么都不行。对呀，那人和人交往是不是需要沟通？呵，那是相当重要。就是啊。哥，你看这沟通需要手机对吧？对。我已经毕业了，该学的本领也学了。嗯，这走入社会要一个手机总不算过分吧？不过分。可是老爸是个老顽固，老妈一天只知道柴米油盐。啊。大哥就更别提了，一天除了炒菜就是他的许倩倩。哎呀，整个家没有一个人支持我的想法。不一定吧。哎呀，我觉得人生都没有意义了。谁手机响啊？不知道啊，你打开抽屉看看。谁的呀？我哪知道，你自己问问呗。喂。喂，是谭向云吗？哎呀，恭喜你中奖啊！你将获得一部最新款的彩屏手机。二哥。哎，这怎么？你是谭向云吗？听着蛐儿叫啊！讨厌，你才像蛐儿呢！人家感动的要哭了。行了吧你，别给我装感动了啊！牌子是我喜欢的，款式也是我喜欢的，连号码都给我上好了。二哥，我爱死你了！哎，以后认识了帅哥，就不信你二哥我了。我才不是那种人呢！我发誓，从今以后啊，我就对我二哥好。哼，来，我现在就对你好，给你洗衣服。这种事情呢，是你们男人干的。得了，小云，你洗还不我洗，赶紧自己洗吧。小云，爸妈还好吧？还是那样呗，嘴里骂你，心里想你。你怎么知道他们想我？你们真以为我傻呀？你们心里想的那些东西，我清楚得很。行，那你说说，我现在想什么呢？嗯，你在想大哥的饭店怎么样了？那怎么样了？直问呗。嗯，拜你所赐，他的饭店啊不是关门了吗？现在呀，他又要东山再起了。Thank you.
这孩子功力也不错，将来肯定会有大发展的。还不是欠人家保姆。好，都跟水是息息相关的，所以我们这次做这些水产品的狐仙食品系列开发，也算是对。 哎，你别念了，你今天比我还辛苦呢。哎，现在我们生意这么好，应该多请几个人。我早跟你说要多请几个，你偏不听，现在看不住了。要是桃子在就好了，她最贴心、最能干的。哎，你别打别人主意啊，别人在老家待的挺好，老跟着你，怎么找男朋友？也是，他要看到我们这么好，那他们记个死。对。 今晚麻烦你了，王师傅。我们走了。嗯。这个月营业额又下降了，你自己说说，这个经理当不当得下去？最近流行禽流感，餐馆都不景气。不景气？你当我老了？不了解外面的行情啊？对不起，孙总。可现在的竞争实在是太强烈了，虽说我们是百年老店，可人们都喜欢新鲜。 这些餐馆一个比一个好，我也没办法。没办法是吧？那好，我找个有办法的人来。孙总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我已经给过你机会了。叫餐厅的谭向伟主管来一趟。 进来，孙老板，坐吧。没事，我站着就行。听说过兄弟。
关注。听说这次运动会会找一家餐厅合作，全权承办整个赛事的餐饮，所以我觉得这是一次绝好的宣传和赚钱的机会。如果打马龙能接下来，你小子有脑子，怎么做？我有个同学在体委，是这次运动会组委会的成员，这件事也是他告诉我的。我可以托他把相关人士约出来，就在大马楼，只要见了面，什么都好谈。好，这件事就交给你去办。是。来，几位里边请。啊，来来来来，谢谢谢谢谢谢。好，请坐请坐。来来来，坐坐坐。可以来给几位介绍一下哈，这是我们达马楼餐饮公司的董事长孙老板。啊，你好你好。这位是这个体委的苏科长，我同学。啊，你好你好。好，好，来坐坐坐。哎，好嘞。苏，来给介绍一下。啊，这是我们组委会的陈主任，负责后勤餐饮工作。啊，你好你好。这是我们特聘的教授，林教授。啊，你好你好你好。啊，坐坐坐坐坐。哎。你不是这儿的老板呐？这个达马楼不是你爷爷创办的吗？按理说呢，是应该他来当老板。孙某阴差阳错的坐了这个位，当得不安心的。孙老板就是喜欢开玩笑。其实呢，他是我爷爷的爱徒，按资历呢，应该算是达马楼的真正主人。哎呀，这个。达马楼的故事还有那么点传奇色彩啊！这道菜叫闻香下马，啊，我们的店名和这道菜也有很大的关系。好，这是法式豆腐，这也是我们的招牌菜，过江鱼。几位，喝点酒吧。哎哎，酒是坚决不喝啊。我们到这来啊，是为了尝尝你们的菜。哎，这一喝酒，味觉不就破坏了吗？啊，对对对对对，真的是太敬业了。那咱们开吃吧。啊，行。这个闻香下马，请。哎，来。啊，闻香下马啊。林教授，这个过江鱼。嗯，鲜香入味，油而不腻呀。啊，不错不错啊。嗯，这么多年来。你们能把当年的招牌菜传承下来，孙老板，您一定费了不少的心血吧？听听这句话呀，就知道林教授是懂行的人啊。好。哎呀，说实话啊，这次呢，接受你们的邀请到贵店来，赴宴，主要是为了来实地考察考察。菜的味道不错啊，那个，而且你们这儿也具备这个。承办大型餐饮服务的这个能力，不过呢，这次运动会啊，不同一般的会议接待，人多啊，啊，什么地方来的人都有，是吧？这个人多就口杂呀，需求量就加大了，尤其是运动员，不单是菜的味道要好，而且营养啊，啊，服务质量啊，更加重要了。所以我们在选择这个合作伙伴的时候呢，就要从多方面进行综合考察。是啊，在来你们这之前，我们已经对好多家餐厅进行过考察了，可以说是各有优势。其中有一家餐厅，虽然规模和实力都比不上你们，但是他们的烹饪功底和服务意识却很强。他们针对每个不同的运动项目。分析出这个运动项目的体能需求，然后再根据运动员自身的体质搭配出不同的营养菜单，可以说是煞费苦心啊。哈哈，是不容易啊，我们应该多多学习啊。是不是已经定了他们的？定了就不会到这儿来考察了。那如果我们能提供赞助呢？哎这好啊。这我们就可以在同等条件下优先照顾了啊！哎呀，我们的这个经费也很紧张，社会赞助嘛是个好事啊，也是对我们体育事业的支持啊。对。啊，冒昧问一下，
刚才你们说的那家餐馆是哪一家？不方便说也没关系，我只是随便问问，职业习惯吧。兄弟狐仙馆。田径比赛，田径类运动在比赛之前一周需要补充充分的蛋白质，有助于增加肌肉的力量。像牛肉啊、鸡蛋啊，这蛋白质含量挺高的。训练和比赛的体能需求是不一样的，在赛前一天需要补充维生素，缓解疲劳。向伟，哎，哥，哎，好久不见了啊！是，是很久了。哎，跟我回家吧，走。哎，哥，啊，我想跟你谈谈。好啊，哎，我们找个地方好好聊聊。不用了，我觉得没什么地方比这儿更合适了。我们是在这儿一块长大的。哎，说的也是。哎，你知道吗？我把以前那馆子打出去了，重新开了一个叫狐仙馆。你知道名字怎么来的吗？哎，有一天我去菜市场，看到有一对兄弟在卖鱼，让我想起了我们俩卖鱼的时候，所以我就……如果我没拿走菜谱，你是不是就不会搞什么狐仙馆了？啊，你也知道我这个人不太喜欢有什么变化，但这次啊，倩带我出去走了一圈，我才知道自己以前真的是太封闭了。不过说来说去，还得感谢你。我现在想的比以前多了。现在想啊，不单单要做好这个狐仙馆，还要为湘菜事业做更多有意义的事。倩倩真是个聪明的女孩，她改变了你，也许吧。不过我觉得挺好的。哎，向伟，回来吧，我们俩一块儿做，肯定可以做出一番大事业的。听说你在京城承办运动会餐饮的事儿，对啊，这个你都知道。哎，正好我想跟你说这个事儿。哥，啊，我今天来是想跟你说，你放弃吧。放弃？为什么？因为我不想跟你做敌人。我们俩怎么会成为敌人呢？现在打马楼正在竞争这件事情，你是最主要的竞争对手。也就是说，我们两家必然有一家要退出。可是这个退出留下，这都是组委会决定的呀。孙继良做事你应该很清楚，他只允许成功，哪怕是不择手段。啊，你是怕我受到伤害是吧？不仅仅是这样，现在在具体操作这件事情的人是我。我也只允许成功。也就是说，你也会不择手段。其实我不想跟你不择手段，所以在成为敌人之前，我恳求你放弃。你知道我和倩倩为这个事情付出了多少心血吗？知道。你们很详细地为每一个运动员制定了营养菜单，付出了很多心血，做了很多功课。我想我刚才打电话给你的时候，你也在为这件事加班吧？你明明知道还跟我说这个，你不觉得自己太过分了吗？如果这次打马楼失败了，以孙继良的风格，他绝对不会善罢甘休，而他使用的武器也必然是我。哥，我知道这次我的要求很过分，但是我想，比起我们兄弟反目成仇、互相伤害，我宁愿现在你恨我。我就是不明白了，你为什么一定要跟着孙继良呢？在我得到打马楼之前，我只能跟着他。你怎么变得这么死心眼儿啊？
你跳出来吧！这个世界上不止一个打马楼，打马楼就是我的世界。好，既然你非要这么想，我也没办法。不过我要告诉你，我不会为了你狭隘的世界牺牲我自己的事业。我刚才已经讲过，我要为香菜事业做更多有意义的事。这次运动会就是个很好的机会，我们可以让更多人喜欢香菜，喜欢湖南。行了行了，你用不着跟我说这些。谁不知道这是个机会啊？可以做宣传，可以赚钱。哎，这样吧，哥，你放弃竞争，你的损失我给你补上。向伟，我觉得你变得太多了。以前你拿菜谱，我可以理解。可是你刚才的话，我真的对你很失望。这件事我志在必得，你别逼我跟你翻脸。你不用威胁我，我不在乎。你一定要跟我争个高下吗？放一勺，刚刚。